此番前去神龙教，可探到一些情报？回禀殿下，据臣的探子回报，神龙教近日将有异动。哦，可探得一些虚实？探子深入神龙教内部，得知神龙教即将布置阵法，此阵法一布置，入阵者即将迷失心智。这等逆贼，竟然想不战而胜！殿下。 臣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阵法。可这阵法如此玄乎，如何攻破？殿下，臣觉得我们应该留下空的营房，撤出十里之外埋伏，待神龙教入营之后，再将其斩杀。妙，实在是太妙了！快，传令下去。臣这就去办。 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你们放肆！这帮异教贼寇，敢杀朕的爱子，吾皇万岁！传令下去，凡能取贼寇之首，王充而首级者，赏黄金千两。 是，陛下。神龙教贼寇在先帝在位期间就多次滋事，在我大明江东南一带犯上作乱。伏羲、伏东，臣在。你们父子二人曾经南下与异教贼寇交过战，朕想听听你们父子有什么破敌之策。启禀陛下。 家父连年南征北战，可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近几年神龙教似乎对朝廷的动向一清二楚。启禀皇上，微臣认为这帮逆教贼寇在暗中勾结朝堂，想谋权叛变。傅爱卿所言极是，那就火速查办。是，陛下。 重了，累死我了，师姐。咱们走吧。好。那边。师姐。咱们此行十分凶险，据我所知，这神龙教逆贼个个精通邪术，所以我们要更加小心才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啰里吧嗦一天了，你要是不想去，你现在就回去。 我也不拦你，不过我是确定。哎，师姐，你别生气嘛。我就这么随口一提，反正师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不愧是我的好师弟，够义气。对了，师姐，那罗盘其实指不了方向的，他就是我随手到。动了，这边。真是见了鬼了！那明明就是我造出来逗你玩的呀，师姐。
父亲，这神龙教居然如此放肆，连皇室血脉也不伤，这分明就是造反。而且我还听说，这个神龙教教主王聪儿能变换成狐狸，不知是人还是妖啊？不管他是人还是妖，一个月内必须斩出神龙教。是。 对了，父亲，我听闻祖上有一把玉龙宝剑，可以用来斩妖除魔。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？我们家已经没这件东西了。父亲大人。 你为何每日擦拭供奉此剑，却从不让此剑出鞘而为习武之用呢？这剑是太祖高皇帝赐予祖上的，嘉奖祖上世代武将世家征战马背。为父而提时，曾听先辈们说，这剑只有在妖魔祸害人世时，才能出鞘正式。放心吧，父亲大人。 无论孩儿有无神剑庇佑，都会专心习武，熟读圣贤的。父亲，干什么呢？何人撒野？ 好歹出一下力啊！这看着就是我一个人在打呀，连你都打不过，怎么有资格跟我打？停！停！这个笨蛋，就你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会被打死的。我。 住手！冬儿，这个是公主，替我三哥报仇！嘿，吴大将军，我只能问你一句：玉龙宝剑何在？吴松儿，朝廷已下令捉拿你的同伙，还不下跪受死？父亲。 师姐，快走！有德岂擅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师弟不要！哪儿不过就是不要走，没那么容易。怎么是你？本来我想放你一命。 可惜，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大意。可我偏要逆天而行，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夺得天下。 你回来！你凭什么管我？啊！走了，要走了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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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再闹了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说，我现在禁足你去送死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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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爹，爹，师父，徒儿想随公主一同下山，保护公主左右。你真的不是神龙教的同党？你看我像你的那样子，还会是吗？如果你是的话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浮浮走水，上下百口人命皆损殆尽，为福大将军尸首未得，有传曰其尸首已被神龙教焚骨处置，以平心。王聪儿去你的府上找了一把剑，玉龙宝剑。对对对，就是玉龙宝剑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那把剑。师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不再争强好胜。你好好上路，保重。宝剑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派人到将军府打探，但数日过去了，也不曾听说将军府上下有人了解宝剑的消息。算了，开始下一个计划吧。是，师兄。这皇帝的儿，数年来诋毁我神龙教为异教，残害我武林人士，对皇室血脉也是容不得一己人士。这皇位早晚会是我的，神龙教也会一统江湖。这么说，你也不知道玉龙宝剑现在在哪儿？我问过父亲，
父亲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。来，二位。哎呀，吃点什么呀？五碗。我一碗就行了。啊，好嘞。五碗，五碗，给你五碗，高总啊。这个地方人多口杂，注意安全。您的面来了，哎，谢谢，慢用啊。都是您的啊！谢谢啊，没事。快吃吧，一会儿该凉凉了。小碗面，来，这样吧，两碗面，赶紧吃。好嘞，大哥，你说这次云剑山庄举行群雄争霸赛，当真会以鱼龙宝剑做奖品吗？无论真假，看了便知。别醉。哎呀，二位，也来了，慢用啊。云剑山庄玉龙宝剑。我们走吧。小二，钱放这儿了。哎，好嘞，二位慢走啊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咱们现在就去云剑山庄吧。啊，好。公主，这次暂且先饶你，下不为例啊。
怎么样，小龙女，我没骗你吧？进来是进来了，也比我想的容易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离玉龙宝剑更进一步了？参加武林大会是次要的，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找玉龙宝剑。嗯，对，如果是真的宝剑，定能铲除王聪儿，要是假的，他也会来这儿，我们抢占先机。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嗯。你当真相信他？他找他的，我们找我们的，走。那边已经搜过了，现在查一下这边。不过这边不容易过去。没事儿，师父教了我隐身术，我正好对付他们。有把握吗？师弟说，只要我专心，我一定能成功。只要再过一个时辰，那些人就会变成我们的人。幻术已经开始显现出效果，到时候再用洗脑术，那自然是手到擒来。骗皇室的人，让他们拱手相让皇位，里应外合，听起来倒是不错的主意。不过记住，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宫里的眼线只不过是一颗棋子罢了。师兄大可放心，此事不必大有动静就可以让我们的人渗透朝廷。王聪果然在里面，我们不是他对手，还是先走吧。可是我们没有找到玉龙宝剑，而且他们刚说里应外合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先走了，手一吃，走吧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皇主上线，给我。看来今天要加点血腥了。走，我不会丢下任何人。福东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快走。嗯，这这这这这看似平白无恙，实则长进渗透脏腑，恐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这是师父留给我的灵丹妙药，怎么会不好用了呢？福东，师弟说我吉人自有天相，说我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福气，可是为什么？我说这人还没死呢，你哭什么哭啊？福东，他快不行了，你快救救他呀！扶他起来。
怎么样了？这命是保住了，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先带他离开这儿。小龙女，今晚好生照看她，能不能活得过今晚就要看她的造化了。你不是说她已经保住性命了吗？我那是安慰你才这么说的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找乐子。福东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小龙女，你怎么了？公主，走走。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福东。不行，公主，快走。你怎么了，福东？福东，你快醒醒吧。你醒了。你终于醒了，我昨天照顾了你一晚上。辛苦你了。哎呦喂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哦，我这儿啊有一个天大的八卦消息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不想。皇上这次出行带回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啊把皇上迷得是神魂颠倒。不行，我得回皇宫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嗯，我也要去凑凑热闹，正好人家还没去过皇宫呢。
我和皇上虽然只有几面之缘，但今日一见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小龙女，你觉得呢？父皇对逆贼一向严苛，况且三哥又是因一脚而死，他理应生气才是。可我今天见他，总觉得怪怪的。哟，那是怎么个怪法呢？红城，你察觉到什么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你刚才一直用手帕捂着嘴和鼻，是怕人认出来呢，还是有所隐瞒？哎呦喂，你们都想到哪儿去了？刚才啊，你们都没有察觉到那屋子里的香味太过浓烈了，人家的小鼻子都直呼受不了呢。不过我真的从来没闻过那种香味，而且蝶妃说服用仙气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父亲曾经说过，在东瀛有一种东西叫做醉仙气，会让人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更重要的是这东西会让人上瘾，难不成？看来有必要调查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师父应该跟你说过不要轻举妄动，况且你现在有我。放心吧，本公主可是冰雪聪明，还难得到我？嘿，你先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你和蝶妃认识吧？哎呀，你别用抓过女人的手抓着人家了，讨厌。你就不要再装了，你到底是谁？说吧。想知道吗？过来呀，我告诉你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知道了吧？人家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啊。你小龙女，我验证过了，父皇是为醉仙香所迷。哦，你确定吗？我亲眼所见，这一切都是蝶妃策划出来的，她肯定和神龙教有什么关系。哎呀，这下可麻烦了，那个蝶妃一看也并非善类，这……哎，可恶！要是师父在就好了，他肯定知道怎么解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个人能解，我去找他。但是我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得到他。管他呢，你先去找他，我去找蝶妃，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话。好呀。福东呢？哦，他呀，他说有想要调查的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分开调查。嗯。快成仙了，那就恭喜皇上了。爱妃啊，这一切可都是你的功劳啊！以后啊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朕都听你的。啊，好，这皇帝也吸得差不多了。不过，红尘，没想到再次能再度相见。你我却又是全然不同的身份地位。小心点儿，不好意思啊。
根本不是解药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！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公主不知怎么的，要杀死臣妾。你住嘴！父皇，她是个妖女，儿臣这么做是为了您好。住口！你竟敢伤害朕的爱妃！来人呐！父皇，把公主给我拖出去砍了！皇上，公主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理应当斩。不过微臣觉得就这么让他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，倒不如押进天牢终日忏悔岂不是更好。福东，你爱妃啊，你看这事儿该如何处置啊？皇上，公主怎么说都是您的女儿，怎么能说杀就杀？依我看，他刚才是一时糊涂，关他几日他就会想明白了。再说大婚之际不宜杀戮。对对对对，爱妃说的是，爱妃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朕答应你就是了。把公主给我关押起来，没有朕的旨意谁都不能把她放出来。把他带走。满意了吧？没事儿。哎，快把本公主放出去！你听见了吗？快把本公主放出去！你聋了？哎，我可是公主，你不把我放出去，我出去了杀了你！福东那个臭家伙不会也被人操控了吧？不不不，他虽然是个榆木脑袋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笨。这下可怎么办呀？
师兄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蝶飞那边已经一切就绪，就等行动的那天了。自古以来，女人心都是最难猜测的东西，所以我早已暗心盯着了。这点您大可放心，小蝶这个人我还是信得过的。事成之后，蝶飞和那狗皇帝都给我杀掉。师兄，这是为何？那个人已经中了醉仙气，留着还可以当个傀儡皇帝使用。因为我要的是完全的皇权，即便是醉仙气也有解药可解，万一被解就是功亏一篑了。师兄，有一样东西我想给您看看，请。公主被擒，皇帝被迷心智，一脚趁虚而入，危难将至。是龙宝剑，师弟，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从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人那儿。天地赌一掷，未能忘战争。师兄，你可还记得我？试射霸王略，将其宣敏容。红尘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当年离开这里，本想图一个清静，没想到你们却频繁找人来滋事，害我不得不假死来脱身。我就知道，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死了呢？怎么？这次回来是想报仇？非也。明天有时你来此地等我，自会有好东西给你。你不是说想知道我来此的用意吗？若我说我为一人而来，你可信？玉龙宝剑，你……我并不是要加入神龙教，我只是要你们砍了皇帝老儿的项上人头便可。要取皇帝老儿的人头，你为何自己不动手啊？还放走那两个人，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朝廷的人吗？这是私人医院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我们各取所需，如此而已。如此一来，你心中的那根刺就拔掉了。红城他是不是真心帮我们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现在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了。得玉龙宝剑，便得天下。走，我们去皇帝老儿那儿闹一出好戏吧。都是这次武林大会中选举出来的精英，今天玉龙宝剑已在教中，江湖一统，我们武林人士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跟我一起杀出去！誓死效忠神农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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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血脉不通，什么法术都使不出来。难吃的饭菜，本公主才不吃呢！哼！逆行运气，机能解封，拆防卫药，可出防卫。是谁？你先退下吧。是你？这么多年你去哪里了？你可知道我日夜都思念着你。鱼儿，收手吧，不要再助纣为虐了。你可知道我做这些都是为了……不行，你不能在这待着，你快走。我知道他们拿我的性命来要挟你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但是鱼儿，你相信我，我有能力摆脱他们。明天你要找一个机会先离开这里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等这里的事情一结束，我就去找你。你不会再丢下我了吧？不会。对了，你看，你给我绣的荷包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。开门。是。人呢？这天牢似乎坚固，莫不是尔等串通了要犯，私自放了？啊！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。应该就是这个，父皇，女儿这就来救你。Thank you.
剑在手，我们已无后顾之忧。杀！慢着，你这个妖女，竟敢勾结神龙教谋害我父皇！父皇，孩儿这就救你。殿内生烟之际，便是你逃离之时。我安排了西门守军协助你，我知道错不在你。这不是解药吗？多亏福东照顾着朕，朕已经康复了。父皇，福东他也被操控了，你不要相信他。神龙教一直想加害本镇，多亏福东这些天一直照顾本镇。小龙女啊，朕没有白疼你啊，我的好女儿。不过神龙教大军已杀到门外，很快就要破门而入。什么？父皇，孩儿定不让他们伤你半分。慢着，如果本应该死的人却没有死，你是否会留情面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启禀陛下，臣即刻捉拿逆贼王聪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。朕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畜生？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看来今日就要决断了。上！你注意点人吧。不见，看来你们还真有点长进啊，可惜了。福东，就剩你一个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谁说就剩一个的？是我，父母。我们还有一些恩怨没有解决。你是我所有根本。我本无意与你们为敌，但我要为自己死去的爱徒讨一个公道。爱徒？难道不是父母？你究竟是谁？哼，可惜。你已经没有机会知道了。哈！嗯？哎！就太卑鄙了，暗箭伤人。兵不厌诈，想必你也不介意换一个对手玩玩吧？小龙女，快去保护你的父王，真正的王聪儿一定正在赶往那儿。哎，你竟敢吃里扒外！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不会加入你们。你还真是忘性大呀！
父皇小心！王聪儿，我三哥的命，师弟的命，今天一并跟你算清楚。你都看到了吧？小龙女的改变，都是因你而引起的。你为什么要干出这种事情？父皇，无需跟他多言。今天我一定要打败他，替三哥和师弟报仇。孽子，摘下面具。没想到我精心策划的这一切竟然被我往日最疼爱的妹妹给搅和了，真是可笑。朕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如此介意没有皇室血脉这一点，更没有想到这本不属于你的江山你会如此放肆。是啊，不过现在已经晚了，江山依旧是属于我的。哼！哎！哟！哎！这！这！哎！是哪一边的？师兄，多年不见，你这眼力劲儿可是有所下滑了。你是谁？我不过是一介隐士。你看到这副面具的主人，早已出家当和尚了。既然你一早就知道我们有密谋，为何不早出手？你们纵然杀光天下人，我都无所谓，可唯独他，你竟敢要我爱徒的命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这江山本就是血和白骨堆成的，少你一个徒弟又如何？哎，管我，快去救皇上，快去。可爱的妹妹能死在玉龙宝剑上，你也不算冤枉了。哼，你以为真的会惧怕你的玉龙剑吗？师父，龙儿，拿着这个。不过是一把破剑，又怎么能抵挡住我的攻击？不可能，这宝剑明明是真的。那是因为这么多年宝石都镶嵌在这把剑上，日久天长
也稍微的沾染了一些灵气。为了让你更相信这把是真剑，我还在上面铸入了法力。原来你才是老狐狸！小人，好！有！行！大破神龙教，你功不可没呀！皇上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分内之事。报吴大将军福见。陛下，臣已带人抓捕神龙教余孽，并押入天牢，随时受审。傅爱卿辛苦你了。对了，福将军身体最近恢复的如何呀？回陛下，家父不日便可安康，谢陛下关心。师父，你和福东合起伙来骗我，罚你三年不许喝酒。哎呦喂，真是好伤心啊，果然是师父莫若父啊。若是将来你和福东结为连理，我这地位岂不是又要被踩下去了？师父啊，好好好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呀。小龙女啊，朕就将你许配给福东。父皇，你也不问孩儿愿意，不理你了。哎，福东还不去追？是陛下。这次你是否又要弃我而去？你等的人已经来了。你是谁？你无需知道，你只要知道他便是你心心念念的。我父皇将我许配给你，也不知你是否会真心待我。公主的安危，福东定当效犬马之劳。
说你是个榆木脑袋，你还不信？安危安危的，我小龙女找的又不是个护卫。其实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气宇非凡，是个可靠的人。福东，得公主这般娇妻，定是上世修来的福分。